大家好，我是 MOP， 祝大家新年发发凯瑞 ，On to lose， 万事如意迎新年，玉兔迎春望全年，新年了，都出来了。哦，这个推推两个往前大屁股再做，帕特被融掉了，这个的一个位移往后被拉掉，但是马上侧面这边锁，我想要去收对方的一个一个，自己也被换倒，被挑飞刀，看起来是要出大只的无情开，这个左脚跑，哇，这个今天刷新，今天刷新再拉一次，这是一个 double， 哇，阿月居然没有倒。这边带球关关到两名成员哦，现在小丹的位置输出空间非常的好，黄天磊开了下去，前方的什么敌双开完的 Kevin 还活着，往后一扳，哇，虽然说被 NK 给带走了，但是这时候的小丹位置还很好，哇，夜曲这时候进场毁天灭地，敌双还在，这边换东哥去扛，后方的话 NK 相当的霸气，是直接把这个炮车给整掉了。在自己延伸上，效果感觉在位置，对，哇，中到了，但是这一波我有反应，我有两个人反应都很快，还有一个人带，玉祥压退了，就是压你。是到底感觉要拼了，最后一下是有谁加他的？直接往前 A， 根本已经给没了。是吧？对方 Kevin 带掉，再见三顶 DK， 小张也没得走，最终一下拿到一个 triple kill 啊！再给我十秒钟，兵线进来往前，已经没有大招的轮轮被打出涅槃之刃，最后一下，凯旋能不能拯救世界？能不能带走？拯救了 ！Oh my god！ 涅槃正站起来，玉祥这边大剑一插，决一死战。阿泽带走的是玉祥人头，好像可以反打龙岛，会出来吗？看来是没有办法，这一把比赛僵持了26分50秒，恭喜顽皮拿到第一场比赛的胜利。